这位老板，你要不要坐在正中间啊？就是你没事，你后面的观众有事。这位男同学，咱们不是因为他的什么地位啊、身份啊，纯粹就是说站在了我的面前啊，就是有缘分。这位男同学，请问你有没有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啊？老板娘五分钟以后到。你们好，这位朋友，迟到了多久了？你谁？哎，是不是有一位是老板娘啊？哦，这一位，哦，多有冒犯，多有冒犯，祝你们幸福。刚才大家就是说 keep 一个 secret 哈，谢谢大家。刚才讲到了粉丝群，就是我是一个视频博主啊。他也是博主啊？那他也是博主？没有，不敢当。哦，确实不敢当。